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巨石三248比26165比67，原神 5.0 纳塔全宝箱加火神童加全任务加全成就加探索度 100% 加传送点一条龙全收集路线。我们先来到主仪庙宇下方这个传送点，然后这里点击旁边这个符文，变成这个狐狸，然后西方向丢左边，这里先爬上这个石墙，然后翻过去，好，然后这个帐篷这里，然后这里说一下，我们要一会要二连跳，跳到西方向丢左边这一个木质平台上，这里尽量抬高一点啊，踢一下，然后往前冲一段距离之后，我们再二连跳，好，这里跳过来，在这个帐篷底下这里是有一个石盒子，然后我们再往西南方向丢左下方，这里朝下方看啊，下方这里有一个。鸡，我们这里注入染素。好，这要往西方向这里二连跳勾上来，自己摸到这个鸡，然后爬上来。好，这里等下上去，上去之后我们这里勾上来。好，这勾。然后这里跟着他。好，送过去之后拿宝箱，然后这里进入到这个山洞，所以跳下去，好，往这个洞内走，进来了之后在这里有一个镇守亲王怪，来开启这个宝箱，然后西北方向找地图左上方一部无声的现实，所以我们重新附着，附着了之后啊，往南方向地图下方，这里我们要跳到这个二楼，自己跳上来，在这里有一个装置啊，我们这里用攻击键打一下，改变这个朝向，然后东方向地图右边前方这里有个绿色的，然后在左前方啊，左前方这个石柱旁边有一个石盒子，然后我们这里打一下，打到这个绿色的，好，然后西北方向地图的左上方这里跳一下往前勾，勾到这中间，然后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，在喜欢这个平台上这里有个篮球，我们捡起这个篮球，然后往南方向地图下方，这里从右前往右前往这里楼梯上去，然后这个装置正后方这里投下框，这里挂完动画之后啊，北方向地图上方这里勾到中间，好，再勾到对面，来开启这个听字宝箱，然后东方向地图右边这里抬头，所以所有上方这个钩子，然后三楼啊，然后这里再回头，然后后面这个平台这里有个珍贵宝箱，好，开启了之后，我们再往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这里勾回对面，要往前走，前方这里有个开关，这里开门，里面有一个死盒子，捡起之后这里左转上楼梯，楼梯上面这里有个炸弹，解压炸弹，然后这里右转，这里楼梯走到中间之后啊，我们回头，在这个墙上这里有个裂纹啊，我们对着这个裂纹炸一下，哦，给它炸开，然后这里空中有个火神洞，捡起火神洞，再进入到这个小隔层，在这里有个奇馈宝箱，捡起之后东方向地图右边，这里我们走出这个山洞，这里我们朝向这个南方向地图下方，这里来到这个斜下边，先勾到对面，勾过去。好，在这个箱子旁边有一个石盒子，好，捡起之后我们再走到南方向地图下方，这里我们要贴着右侧的山啊，跳到对面这个平台，稍微拉高一点，好，往前冲一次，冲一段距离再勾，好，就可以跳过来，在这个木板这里有一个火神通，那捡起之后啊，西南方向地图左下方，在这个半山腰啊，这有个十字平台，我们这里二段跳，好，是木质平台，勾到这里，在这里有个死盒子，好，捡血之后西方向地图左边这里抬头，翻过这个大石块，翻过来，然后这里下面这里有个大岩符啊，我们先转向南方向地图下方，好，在前往这个坡上这里有个炸弹啊，我这里捡个炸弹回头这里炸一下，好，炸开之后这里是一个宝箱，然后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我们这里顺路开一个传送点，
自己加到这个伞的背后，来开启。开启这个传送点之后，我们来到这个主仪庙宇右上方这个传送点。好，这里，然后传送出啊，往西南方向，地图组的下方这里看下来，下面这里有个镇守、亲王冠，然后宝箱，然后这里附走到这个群，这个狐狸这里，然后朝着这个西南方向，地图的左下方，往前勾，向快一点。好，在前方这里有一个 NPC， 这个是做完上一批任务之后才会出现的。对，我们点击开始，这个要达到9500分。好，这里我们先变成这个狐狸，然后来到这个平台，这里先捡一个炸弹，这里等一下，等它这个伏地停下来。好呀，这里会出现一堆丘丘人啊，我们这里瞄准这个炸弹啊，这个炸药桶。所以尽量利用炸药桶，这炸药范围广一点。好，剩下就慢慢清就可以了。自己清不完没关系啊，就等下一个场景。好，这丘丘人这里左边跟右边都有这个炸弹，直接秒了。好，这里我们再捡炸弹，自己准备。好，这里的话是随便打吧。反正凑够9500分就可以了。这样打这个大型怪啊，大型怪这个加的分高一点。好，这里完成这个挑战，这里也是三个宝箱。不虚此行，然后把这话，然后我们再转向北方向，地图上方，这前方这里有一个小怪。好，这里清王怪之后出现这个鸡，这里跟着这个鸡。好，他往对面飞啊，我们这里先回头啊，回头这里附着一下，然后利用我们这个狐狸二段跳，直接拉到对面，来开启这个宝箱。然后西方向的右左边这里我们切换成这个人形，然后往前飞。好，这箱这个石柱上有一个火神童，那捡起这个火神童，我们打开一下地图，回到这个传送点。好，回去的左岸这里重新附着这个狐狸，然后往这个西方的右左边，这次我们要来到对面这个山坡上，便也勾过去。好，然后继续往前走，第一路提掉到前方这个大石块位置，在这个大石块底下有一个直接开启的宝箱。好，开启之后啊，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往后退一下，然后这里勾上来，勾到这个石头上。好，然后继续往前勾，然后这个悬崖上。好，上去的时候啊，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，我们来到前方这个石柱的位置。好，这里跑过去。好，在这个木板上有一个镇守、亲王怪、蓝脑宝箱、五须子，然后东南方向地图右下方在这里有一个相机，来这里我们观察，它会出现这个气球史莱姆啊。当这个史莱姆它靠近这个墙上的图案的时候，我们再射一下。我这里不要用夜蓝了，这里要一个个打，一定要等它那个靠近那个图案。
玩完都得重来。好，所以请不是吧，之后拿宝箱补充完就上路吧。